寅时行义，十二星，燕星。 燕性，最灵，有超水之精，它能使人肾气，能提上肾气，上升于脑，与心火相济。 它能有超水之能啊，超水啊，超水之能，开心窍啊，开心窍，长精神，精神足，壮脑力，狮子手，啊，狮子手。 变化无穷，相搭，超水之精，劈。啊，记得死记硬背，我说过，这个膝盖，这个脚后跟，啊，垂直，膝要有拱劲，45度角，啊，最佳角度，啊。 张一书师爷教我让牵手往前撑，啊，这个肩要有数，要有缩力，啊，这程老师也跟我说过，胯要有缩劲，啊，要紧张力，要中正，啊，要中正安舒，四平八稳，啊，中和之气。 啊，中和之力，后肩跟后胯，啊，这张一书师爷啊，这是传给我们，要跟脚后跟垂直，各个柱干，头顶竖向，要有头有上顶之力，力起于涌泉，啊，上升于头顶过百会，啊，要果报。 后手要踏，要延肘，延肘，啊，撑，啊，后边往后看，啊，要看这个食指啊，抽水，啊，有挑，十字相搭，啊，有二等力，挥手入钩。 啊，这个燕形啊，我随意编个角度，啊，燕形，要延肘，钻，钻错，啊，飘，嗯，向拉，抽水，哎，护住脉搏，啊，一块坐进，劈它。 去揉搓，去上四伏，啊，这是燕形基本变化。下面我拆解一下燕形用法。这个燕形啊，顾名思义啊，顾名思义，它的右拳奔我面部而来，还眼，啊，要眼它。 还要留音。
朝他，啊，朝他，他要反打脸，踩住，啊，挑裆，啊，挑裆，要浑身使一个整体运动，整体力，啊，力学原理，啊，这杠杆原理，给他跳出去，跳打出去，啊，这是延肘，啊，随意延肘，啊，他这个随意，啊，随意延肘，啊，都可以插。 还可以挑，啊，他主要是肩呐，啊，他这个肩胯呀，是相当有力的，啊，虽然他是抄，啊，还可以抄他腿，啊，他不管踢什么高，都多高，啊，随意，哎，啊，都可以挑下来，啊，都可以挑下来，啊，两手都可以随便使，啊，他随意出来。 啊，跳打，啊，肩，啊，都可以创，啊，抄水，还可以打，先随意打，哎，啊，搂头盖顶，接下来都是撩裆，啊，踹的心口窝，啊，这是变化很多的，啊，这随意，哎，啊，这肘相当厉害，啊。 挥肘，抄，啊，都可以，反过来，啊，随意变化，啊，啊，这挑，背，扛，啊，扛臂，啊，这个腿，啊，抄，啊，你能不能出去？ 蛇形，里儿的蛇形。这个蛇形，身体最活泼，最灵巧。身形，这蛇有拔草之能，啊，它能屈，啊，能伸。 他能活动腰中之气，啊，能长精神，肾气足。他这个腿呀，这膝不要过脚，坐胯。这个手护着这个膝盖，这个腕部啊很厉害，啊，这手护住脸，抱住劲，松沉，头顶，挑。 就顺线这脚，啊，顺着裆里挑，后手要往后踏，啊，前手要往前挑打。 用力要均匀，啊，要中正，气沉丹田。
乌鸡还原手势，小伙拆解一下。这个射形技击用法，啊，加上对方右拳对我面部打来，啊，搓挂，啊，挑打，啊，可以给他挑下来，啊，他就是冲我心。 肿部打来，啊，他中过肿部打来，是吧？哎，这么，快挂他，看，哎，被射了，这一挥手，啊，这可以带他，啊，这个是上肿络，下落，啊，被我挡打来，加上，嘿，看，哎，就是我的挑他裆，我浑身一个整体爆发力，啊，撞他。 冲完以后，加上他过来以后，啊，随意过来以后，然后还这手啊，啊，直接挑，啊，这个射性拔草之能，啊，打裆，啊，可以环绕，因为射呀，它有环绕啊，劈砍，顶肘，啊，顶肘，还往下砸。 那挑裆，啊，这还可以背过去，啊，给他挑过去，挑过去，都扁踹，他落步都干，他这变化相当多。加上他对方这拳，啊，对我面部打来，这还可以挂住他去，这个肉可以挂他去，这儿可以打，下来。 下来搓，兜他这个窝，劈砸下来以后，挑裆，射形啊，拔草之能啊，反正得让你出气。啊，哎，随意放松，越松开越好，越松他能越使。啊，这个我这刚才我这提点他，点他心窝，啊，这掌骗下来，后边应该是要害。 啊，骗下来，啊，挑打，他这船他要过来，不怕，啊，哎，背，看，骗，嘿，架射了，啊，背他，他这腿什么可以撩裆，啊，他可以撩裆啊，啊，踹腿，啊，劈他，啊，勾挂，啊，他肯定推了，无所谓，啊，这个射呀，吐信子。 啊，穿他后，啊，穿他眼，他不接我手，无所谓，他砍，把这个针呢射他，他可以拧啊，要绑过来了，可以把针绑过去，给甩过去，挑他，射形啊，要有威武，他打我软肋无所谓，挑他，这他别触及到我。 我是一种变化，你看，他虽然撩我裆，啊，我给他一背，把这力点啊，给他一引下来，打他这个臂，不是臂，给他拽下来，一下就飘他，他就往我头打无所谓，又撩裆，一法令出去都干，啊，我崩。 他接我手也无所谓，他接头无所谓，压也不无所谓，啊，压我也给他挑出去，啊，也拔头之能啊，哎，啊，他甭点跑，啊，压走，打他这臀部，击他这跟节，他随意变。 随意点，他甭能动，他动他就出去，啊，动他出去，啪，啪，啊，这手相当，啊，嘿，那相当妙，大家，啊，无所谓，哈、啊，你看，你看这肘了吗？啊，这已经，用我这威武，用我这个小臂已经挂他，他下不来，啊，上手下来，啪，啊，嘿。
刘唐，他腿子甭得跑着勾着，啊，刘唐，挑胯，啊，跪膝，啊，背臂，啊，背臂，背臂，他都别动，这手腾出来，还得挑，啊，还得挑。这个形意啊，十二星胎星，这个胎星啊，性对之啊，有树尾之能啊，它能疏肝啊，理肺啊，固气开，还有上尊呢、啊、有上挑分开呀 啊损失的叫开合鼓荡啊，入地来打破他啊，打破他五脏啊，开不要开过高，脚迈的时候呢也不要过大，要适量啊，他蛇形步啊，他是风闪必进啊，进左上右，进右上左，钻开偷顶开对啊，是腰中之气，后脚一蹬，前后二等力，拳要握紧啊，要垂肘松肩做胯。胎星它可以是掌，打他这个横膈膜，哎，横膈膜给他打破了啊，就治他命，往这一挤一合，要威武，气质要足，立起脚啊，主宰腰，可以往上兜，可以挤，往里挤开拔，站在烧底儿突强二等力，无极还原，对方啊，他要绕我找我中啊，我要守中，因为行一讲啊，脚踏中门嘛啊，脚踏中门站坦位嘛，他就是往我胸扑过来啊，我无所谓啊，因为这有含胸要泄他力，这俩臂要挫着他，不能离开他，把咱扑出去，但是浑身用力命门后撑啊，发出去锁住他这力点，他到这儿，我这已经粘住他，他已经跑不了了。胎星别看相当简单，他就往我软肋这儿打，哎嘿嘿，你看这胎星了吗？啊，他我正好别他腿，他乐意他怎么变化，他这手得上手，他上不来啊，他上不来啊，他因为他这个角度我已经粘住他了啊，粘住他了。
把软肋给打断了。啊，变化很快。啊，不管他是什么手，嘿，这我这一挂，啊，挂一踩，这一搓，还是他。啊，这记住，这个乞丐相当关键。这个行拳呢，他上步啊，他的趟地步啊，啊，他搓他，啊，脚气儿钻嘛，脚落儿翻。啊，变化相当多。他往我当打来无所谓，啊，我等着，我挂他，啊，还是，啊，还是太行，太行，他上到这个变化脸去，哼，啊，立刻的变了，变立了，他腰已经折了，他随便变，哼，随便变，啊，看，哼，这脚都已经勾着他，啊。是绑着给他摘了，啊，绑着给摘了，这个肘相当厉害，啊，点他的心口窝，看着挺简单，哈，你看着挺简单，他这个力点呢，哈，相当重要，啊，他，他到后边就无所谓，嘿，啊，变化相当多呀，啊，左耳是给他裹住。给他撑住，给他压住，他跑不了，啊，他怎么跑他跑不了，还是说还是抬，啊，我无形无相，啊，我很自然，我松开，哈，啊，看了吗？啊，撩裆，归膝，踏肘，啊，后心，啊，儿胎子，啊，这都要害龙回来。他的变，他的跑，看着他，哎，这看着他，啊，这个胎心，相当重要。这一含胸，啊，含胸得卷进，他的扑住我含胸无所谓，他扑住我，啊，哎，他越发力，我他就出去，他越发力，他就出去，啊，对方双耳啊，所以我说。被我双探穴打来，哎呀，我开开，我给他喝上，啊，给他喝上，他还给我喝上，哎，嘿，看了没？啊，这个都让他跑不了，他的这是看着挺危险，啊，哎，啊，这个手法相当重要，缠呐，啊，他穿也无所谓，给他挑上去，他这儿来，看，啊，这变化。变化很多，他又眼肘，啊，眼肘他又过来了，踩住，啊，他的脚埋了不怕，啊，这脚要动，要疼他，啊，要疼他，破坏他重心，啊，掌握自己的重心，啊，这个手往下栽，看你他栽着他，哎，他随意，哎，哎，随意变化，哼，看，这手。用身法气他，啊，用身法气他，啊，给他缠绕，啊，这个腿，得缠绕，啊，啊，给他扔出去，啊，随意他变，这个，你看我出手，我逗他的对方的手，看他怎么变，看，看，啊，就这么快，啊，相当灵敏，啊，随意，练是有形，用是无形，无形无相。越自然越好，看，这就搓着他了，啊，他这拳他下不来，他的小臂就打着他，这软肋就怕他，啊，他，啊，准错，啊，他钻，我也钻，但是要抢意，哎，他出不来，啊，他我粘着他，我搓着他，哎，看，看，看，他意，我重拳一变。都留裆，啊，都留裆，啊，踩腿，面门，thank you.
是行义，十二行，英行。这个英行啊，这英的奇性啊，最猛最狠啊，视为物。那属于啊，他练这个，他使他可以宽筋动脑，穿甲甲，助三观。一般的情况下都是迎风合眼，这个凶啊，这个凶性，你看最迟钝，最威猛。啊，英雄合眼可以合眼啊，可以猛练，也可以胆练。灵气啊，下降如丹田。这个凶，树物、食物，也就看传统。气沉丹田，树下管错，他说用六军，或者用踏的腿，找的重心，有中和，中和之气。沉住气，试纸要抓啊，要有重心，回身要看破它，拍下拍。英雄合眼，二人胸想斗，夹上他把我面不钻，把我面不钻，我也面不钻，我也钻他，要沉肩坠肘啊，坠，蝴蝶化了啊，就给他拉折了，一定要坠下去，坠进，你看我怎么掰，我怎么掰，我使力越大，掰起来啊，这个胸。钻错，他往这边钻，我往这手钻，都可以啊，都可以啊，背上了这个孙家东西都沉坠，我坠个托啊，我错他，他错我啊，他错我啊，他不管怎么错啊，他不管怎么错，中间要护住啊，中间不明半身空啊，中间要护住。护住，他的锋芒枪芒厉害啊！被我们打了以后，我也点着他，啊，前上身，啊，手脚提到太微针，啊，打入寝面啊！看这个我这个头，啊，紧紧的头，我面部给我给打坏了啊！右手都转错了，啊，就是错，这个凶性，这个凶性也很厉害，一定要沉肩坠肘，不管怎么使。我还是凶性，扶住。行义讲啊，只要一时，只要一心，我有一身，只要我心脏在跳动，就打他。只在一进，莫在一退，啊，要勇武端都，知其快攻。我的错，他的跑不了，知道啊？这凶性，他摘出来也无所谓。这是一项，这个腿呀，个腿啊，他也错，他也起错劲啊，把这创打出去啊！你看这个行不行？那很重要。
直接说他的话大。迎接头击击尾准错进。不管怎么来他的心变化出的。发达的属性手狼腿我也无所谓。这个兄弟就那么厉害，他烧得厉害也无所谓，这人也挂着，这也挂着，不要跑，他都别动，他都别动，动他就出去，他都探我也无所谓啊，他二龙戏珠他也无所谓，他只要我这手，我这中午这要护住啊，你还是凶。这个腿部还得使劲，还得使劲，还得往下压，啊，把他拉倒，啊，哎呦呵，这个劲儿大，胳膊都给你背折了。使腿，随便撞，他随便撞，还是休息，还转错。缠绕也无所谓啊，斩劈我积极努力，我给他挂起来，他看得挺危险，这已经挂住斩住他跑不了啊，我记他这个跟节啊，我给他斩他跟节错了一发力，他头有的变化，一个变化。鹰心，这个鹰啊，像他敏锐啊，他眼呢，就随便穿嘛，啊，随便变化。给他穿瞎了，啊，挂着他，啊，我应该穿到这儿，让我看一看，我错这儿了，都在场，但他保不了，他这掌啊，上不来，有人踏他，他上不来。他都没上，他上，他在走，看，啊，顶着等等啊！立刻的查他，来吧！这走了吗？啊，顶心，撩裆，反打，啊，这变化相当多了，他肯定要推我了，就在这儿，在这等着，不要跑，不要害怕，啊，他就说累，插他累的狗吃，随意变，他打多了，锁住，他这来不，他这跟去。在这跟前，看到没？在这来以后，避过去，撩裆，撩裆，走，撩住，这鹰很厉害，这鹰啊！
输吗？我快，你快，我快，你慢，我慢。干！他往前跑，给他点力，他能走。被我当打他。不住，这一拉，这一破，一交叉，一交叉呀！这赢啊，英雄何言嘛？这还尖呢，创你的！这个尖呢，阴反阳啊！这个尖啊，这个凶猛啊，凶猛很厉害。我他要挑啊，滚错。准错，等着他，慢点跑，他别跑，准错，实际上是刚才要好，变力了，因为我这穿着他，班长。这个等人啊，这套啊，只要被罚了，一罚了他的头次。硬打硬进，因为行义嘛，都是刚猛，抻尸啊，浑身紧张，浑身紧张。看，这都有，这都有活啊，这错。我俩跟那个真连名似的，你走，就在这绕，就在这走，点那个挡不住，你看那个点那个挡不住，他起不来，啊，他一发他走，因为我是周身一客，周身一家。要松开这头，放空，啊，要沉着，看着吗？哎，他的身份，他显上什么？手有齐道，立得要正，手在齐道，没发他的手，原地不动。就这么快，啊，让他倒住，啊，嘴里打力，他下楼就往下砸开他，往上拔他，给他搓起来，啊，这儿扣住，啊，他穿不过来，两手配合是默契，阴阳变化，随意阴阳变化。等着他，接他，看他们怎么变。你看他都甭动，他都甭点耍，我耍他出去，耍他出去。看，就这等，可以发他的。逼他，他们逼他们，脚踩住了。啊，很自然的，啊，不是故意的，到位了，啊，而且一到位了，一发就到。就这等着他，为了千变万变，啊，我有一定之规，以静制动，啊，这又踩着了，啊，又踩着了，啊，一发就走，啊。这吃着他，用这胯速胯，那速胯呀，它有缩劲的，一线，一个，一个背的这个臂呀，啊，给背折了，给背折了，啊，这反上来了，看，压着，
不得威慑。我看过，死一遍，他都挑了，就这么一错，啊，走，我下不来，啊，我下不来，我随便变。你穿的，看见围棋，他得推车了，压他，摘绑，摘了，送出去。不要害怕。之后，卷住，卷住，背住。